新美好秀，谢谢秀明杰、秀蜜杰、素梅老师以及我们的师长，感恩有你。晋良大哥、宝钗姐、新庄的勇哥、努力姐、秀云姐、起飞姐、玉叶妈妈、内元姐、陈大哥，谢谢你。彩龙姐、刚虾、王妈妈，谢谢你哦。永芳大嫂、秀兰姐，快点列江虾锅嘞，国雄大哥。多情多恨，情有的世界，难生何休？怎样你甘在？随着人生，要紧头一层，就是有志气。阮不失志的时阵，受人忽略，被所爱的人放下，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，消极的人有会自杀，有会伤害对手。你看嘞，每天的新闻报纸上，拢写着爱结婚、毒杀、凶杀，以及着自杀的技术。你看嘞人哦，啊，真戆啦，啊，有影影。我是来酒店饮酒，煞来讲到这番无趣味的话。啊，这位老天爷，请你茫安尼讲，这是实在的话，我听听嘛真趣味呢。你看起来那亲像一位真漂皮的男子汉，你敢也会查某人来碰上吗？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个女性来跟我碰上，受到真心的打击，应该是自杀去了。但是我再改变着人生观。当作失恋是一种好的经验，所以我奋发努力，才有通来这个酒店来饮酒，跟你来实赛。哦，三年前你去给人放杀了，有影？你这位人客兄，你唔知影什么大名吼？我小姓蔡，蔡志勇，就是我本身咯。什么？蔡志勇？啊，我就是你哦！啊，我真欢喜呢。啊，你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哦，今晚来跟你喝喝酒，大家来实在，我也感觉很光荣啊。为情为爱，这款不应该在好了真好命，今是我今晚画了一张相片，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散的时阵所翕的那张相片。迄个时阵，我无留喙手，也无挂目镜，而且身体着病，面目消瘦，甲即阵完全是无同款咯。看一张相片，你甲看甲真足个啦。这张相片就是你哦。你就是蔡志勇哦，金秀啊，不是阿童。免着惊，今仔日来到酒店来饮酒，并不是我的目的，我是专工要来找你。这三年来，我得到男性的志气，坚持着我的地位，宣传着我的名声，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。今仔日专工要来找你报复，金秀，不是。阿托，男性伟大力量，你一万唔通来放袂记，吃苦啊！你请。稍等嘞，稍等嘞，阿翁啊，阿翁啊。什么？爱情是吗？一卡的配信，你卡的配信，你拢提起啦。阿翁啊，你稍等嘞，阿翁啊，阿翁啊。为着你。心着境界，不通恨海英雄的将来。谢谢人手人家安口的好朋友，继续展现出你们的热情，零六二八二。